治疗的，这个太好吃了。咸菜，我放了肉和芹菜炒的，肉有点放多了。我来喝鸡爪。不产生肉了。全都是肉。这个酱料包特别足，特别好吃。这米粉而且有嚼劲，特别筋道，特别有嚼劲。不是那种囊囊的软软的米粉，特别有嚼劲。